这样的话，其实 Wind 是可以尝试吃上半部做一些蹲点，毕竟都是斗士的情况下，对方会来关照上路的机会也是蛮高的。另外一边 Wind 当然吃龙被抓的要死了，一个重点下去还是被晕眩，一个隐形要回头吃，有没有机会吃掉？最后终于拿掉，自己也是陪葬，用一个人的人命换了一条风龙，这个不怎么赚。中路来做对点，看起来 GLP 800这边大锤直接把 Epic 往后一拉，这边口花了勾到了，把他刷回来之后，这边 Epic 有点危险，打包带走之后，哇，直接变成四块烂泥。而前方可以看到瓦口利用进化解掉虚弱之后，前方往前一收是没有办法收掉任何，反倒是自己的这边要直接开吃了吗？这边吃的很快哦。传送直接过来了，5000点、4000点，利用进化解掉之后 ，Breeze 大绝是有大绝了。旁边利用闪现躲掉了旁边无极想要控制的技能，是让 Epic 拿到这条巴龙。三个人往上过去来做撤退，开始炸到前面，这边成功的被马扎他给 CC 掉之后握了一套，伤害看起来不太够。哦，勾到又是勾到了，这边叉牙这边开启了大绝之后，旁边 BK 钢铁勾是没有办法晕到前方的人。我超级小兵进来53分钟。要来怎么做防守？又勾到菜了，又是勾到菜了！哇，你这时候只剩闪现，没有闪现情况下，你就算脚闪也是得死。这边嘲讽是嘲讽到前方很多人把 PK 的天使甲给打了出来。这边后面 Nexus 也脚闪现往后退，可以看到神女这时候的伤害有点高，把对面的无极给吐死了。这反而是无极一个守卫的大师。Epic 跳进去之后被口花狼刷了回来，口花狼也倒下。这边等于说你用一个 Breeze 人头是被对面给探到了。啊，这边血量非常快，这边出钩是让 Epic 拿到这个巴龙，这边大绝九桶把 PK 炸到，把对面 Breeze 炸到残血，旁边命运呼唤出来，可以看到 Breeze 跟 K 有点危险哦，被逼在巴龙池边出钩是勾到前方的瓦口，不过瓦口跟自己的队友反身是收到前方口瓦拉，可以看到 K 打不进去，打背后开启大绝之后，利用闪现想要拉一下位置，不过虚弱套在前方的 Breeze 身上，只有小兵拿到这个人头出钩是勾到了前面的小兵来了，看一下伤害够不够，是由配合的中路的瓦口拿到了小兵这个人头，而且旁边 Nexus 也及时赶到，绝对看 Mountain， 但蛇蛇在岸上想要做控制，现在有果子，这个跟昨天打比赛很像，就是蛇蛇蹲在这个草丛里面，但小叶赶过来，小蛇没有大、啊、给眼，但这个真的冰火效果，哇，看起来 Albus 有点危险哦，连白盾都开不出来，直接被杀了，而且 Mountain 这一波是把大军交在了咪咪蛋跟蛇蛇身上，说对眼想要偷到了，偷到了 Mountain 这个行云流水偷巴龙，把巴龙给拿走，不过 Nexus 有点危险。对面 PK 是把对面 Nexus 打到残血，最后一下 Q 技能。旁边钢铁勾是想要去抓前方的挖扣吗？大绝套了下去之后，虚弱套在 PK 身上。旁边维克特及时赶到 AOE 的伤害是成功收掉挖扣。旁边 Nexus 很生气，你竟敢杀我的中路，我也要杀你！收掉了吗？哦，这个反而是最后一下死亡射线，让中路的无极拿到一个 double kill。对于华裔来说，他们应该要想办法继续去留人。旁边钢铁勾射，旁边 Epic 被抓到了，就算缴了英灵之门，还是没有办法挽救自己的性命。沉默下来之后，利用包括球骨来做移开。旁边命运呼唤是嘲讽到了前方的口瓦拉，口瓦拉出钩并没有勾到，不过前方 Nexus 承受大量伤害之后痛苦失策，是把 Nexus 的血量扯到了大概两成。我觉得不会啊，如果以 Nexus 来说的话，反正是一个打哦，你在偷偷嘴 Nexus， 没有，我觉得他团战真的打得非常好，所以他对线一直不是他的精华，他团战发挥才是他亮眼的地方。所以你觉得他打线不强？你觉得他就算拿到开到对面的成员，然后多打少阵。啊，这边一个 R 闪，不过没有办法遇到无极。这边无极反身是利用自己的感染，差一点点，两边人头就可以互换了。单杀掉了，他是有他怎么来把这场游戏结束掉，其实是很重要。对方是有，虽然是少一个人，但至少是有拿到巴龙 buff 的。强化小兵之后也不一定会。啊，这边出钩勾到前方的 Breeze， 这边 Breeze 缴了一个进化。他缴了水银之后，旁边大绝是握了前方的加里欧，这边加里欧弹了非常多的伤害，插了无数多根毛，还没被痛苦撕扯，并没有办法扯到太好的距离。虚弱放在喇叭身上，英灵之门下了下来之后，成功 CC 到前方的喇叭。不过可以看到是蚂蚱，他利用他的感染拿到两颗人头。哇，这边 Breeze 有点危险，这边 Breeze 倒下了。那这一个团战 ，White Spire 是输了。哦，前方的 Breeze。天使甲怕不出来之后，是让马扎他拿到一个 triple kill。勾到了，这个华裔真的太急了。我小 V 还在努力的点这个兵有点难清啊。他们放了 GLP 800之后，无极到了比较残的血量，他们又是撞到前方的喇叭，这边要开战了吗？可以看到小 V 其实被魅惑到的哦。这边魅惑到之后，开始往前对着 Epic 一阵狂吐猛吐，没有想到这边是被嘲讽到，还有 Epic 旁边 Q 技能，直接把小 V 的天甲给打了出来。
这边看一下可不可以拉到灯笼，没有办法拉到灯笼。哇，那这个团战 ，Risk Gaming 应该是没有办法来做防守，前方的 PK 承受大量伤害之后，没有办法反身钻到前方的挖口。哇，这边其实还有的打，还有的打。我可以看到的是，在这时挖口倒下之后，旁边 Epic 跟着 Nexus 想来往前做 PK 对打，这边 PK 被打到残血之后有点危险，这边 PK 倒下了，嘲讽，嘲讽到了 Koala 应该也要跟着倒。在49分钟，接近50分钟，我们恭喜 Fire Spider 在第一场拿到了首胜。终于来了，因为其实上一塔只剩下可能两下符就可以点掉了。对，应该是等到这个塔被点掉之后，就直接往前硬上。而且旁边 K 也过来喽，在侧边其实是没有任何视野的。蛇女要选择 recall。这应该是有探测到旁边有人。这个爆破球过，还好，还好，还好。这真的是可以问他。不过回来刚刚那个团战是小 V 一开始就被集火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输出。对，这边蜘蛛其实反应已经很快了，然后这边其实 Koala 是一个空刷，不过他前面也是有把那个扎克给吸住。不过这边都要称赞 K， 他的开战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他直接击飞了两个人，而且是有魅惑到小 V， 把他魅惑到一个非常差的位置，然后 AP 接上 CC 却把他带回去。那刚刚 Waffle 这边虽然是要打一个辅助，但至少是有把对面给逼退的，所以这边其实两边的伤害量在。我很迷你化 ，K 真的是没有看到扎克，被烂成。扎克，我有方盾，扎克没闪，扎克没闪，扎克带死，投掉，投掉。Nice. All right, we got the tower. Maybe it's Rift. Oh, just kidding. Okay, I'm so dead. Holy shit, what the fuck?Ha! They're so fucked here. Flash up! No! Oh, it's the kid, I'm out. I thought his flash was down. I got Q'd so I couldn't ult him. I'm just lying to him. Yeah, I went all the wrong waves. I'm pretty sure I won.I do 38 damage to this stupid thing. No!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set bar thing. Close recovery. Yo, can I WQ smite this? I'm going for it. Call me crazy, call me maybe. Here we go. Okay.That was a really bad mistake. Wait, was it? Hold on. Never mind. You're trolling me. You're trolling. He
He went all the way around to come kill me. That's what I call persistence. That's what I call dedication, dude. Yo, mess him up, dude. Mess this Look guy. Look at this team! Wait, we killed her! We killed her over the wall! Oh my god, I'm sorry for yelling, dude. I'm sorry. Bam! I'm hitting him while I'm in the wall, dude. I'm literally hitting him from the wall. It's like, what? Goodness, man. What the heck? Why did Riot actually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make a champion that runs through walls? I don't understand. Fine. I can get them to chase me for a while, I guess. You can't get me! You can't get me! What is that? That is so broken! Chat, that is so broken! Holy!